Hello，你好，欢迎收看我的影片世界，我是小飞。那么上一集已经开封过一盒 XY 的复刻包，那么这集要来开封一盒 XY 复刻包 Part 2。那没有看过上一集的人呢，可以点进去看一下。然后呢？这个是我们上一集开封到的 UR 卡浮雕的，这个是伊菲尔塔尔加泽尔尼亚斯的浮雕卡，超帅的，金边的。然后我已经把它套上卡套，得电阳，那我们就放后面。好，那我们这集要来开封一盒，总共十包。好，那么样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封吧。XY 复刻包 Part 2，然后这里面一样会有 EX 或是 Mega 或是 Black 的卡片。那一包里面有15张，然后会有2张是闪卡，应该说有一张会是普闪，然后另外一张会是 EX 的卡片，我是 Blake， 我是 Mega。一样十包开封，每包都超好。那么这次就先摆旁边。好，十包。来，我的第一包，它这边都会有写。然后全171种加问号。OK。看看我中什么呢？这是场地卡，水麒麟，假贺人蛙，再来。卢卡利欧 EX， 我的第一包就浮雕卡，这是 SR 的，这谁啊？没有解密的，昨天要解密 UR 卡的，这是谁啊？因为我不认识他，所以没有很惊讶。好。那我们就摆后面吧。第一包就 S 啊。那我们来开第二包。卢卡利欧的心理链接，没感觉。这个是什么陀螺陀什么骆驼的，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，
其实我真的不懂，是岩浆什么东西吗？然后这个是伊贝尔塔的铺伞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三包。放三张。哦。果然一部这是叫小碎石啊。梦幻不起来雷公。再来。哦，是索罗亚克的 Blake 的卡片。再来是双容器的双能量。第四包。这种卡包就有点像是开之前的这个 XY 的那个黄金包，可是它好像是十张卡片，然后每张都有闪卡，就它这个面都是亮的。哦，这个信箱。这是吉拉奇吗？索罗亚，索罗亚克，再来，基格尔德 EX， 再来是这个第五包，后面三张好像都是道具卡跟训练师的卡片。火精灵，这是钢属性。雷丘，对，雷电兽。这个的道具卡的闪卡，第六包，不是，这个就是刚刚那个骆驼的镜 ，mega 镜花。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个名字。怎么那么多伊菲尔塔的？这也是几个的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形态。欸，沙奈朵 EX， 沙奈朵，第七包。替身，机器人替身，果然冰冻鸟，泽尼亚斯，雷精灵，Mega 练空座，我一直最想要的一张 EX。没改裂空座，帅爆了！怎样道具卡？第八包啦，最后三包。一部皮卡丘。
加速的话，不起，真是，裂空座，上集有开到的裂空座 EX， 也太巧了，刚好在这两，刚好这两个，第九包，倒数第二包。这也是一个场地卡，是两边的水精灵，这里是超梦 EX。因为第一包就是浮雕卡了，所以第二张 大部分都不用期待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包啦，最后一包的命运会是抽哪一张 EX 呢？拜托来一张解谜吧，解谜解谜解谜，听一下吉格尔德的细胞，这种怎么那么奇怪？就是要放它才会变什么之类的，不懂。好，龙的双能量，波尔凯尼翁，对。第八十七种 ，What？ 这谁啊？我不知道他、欸。哇，没有解密。妈呀！泽尼亚斯，这感觉还蛮酷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来总结一下我们的卡片。那么第一张就抽到这个浮雕的 EX， 可我不知道这只叫什么，知道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然后再是路卡利欧 EX， 再是这个不知道什么骆驼的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再是索罗亚克的 Blake 卡片，再是吉格尔德雷电兽桑奈朵 Mega 裂空座，裂空座超梦，以及这张我也不知道。对，感觉这一盒是还好了，上一集的比较劲爆。对，但是这一集有我最想要的这个 Mega 的裂空座。对，其他都感觉还好。而且感觉我这一次还蛮少抽到 Mega 进化版的，当中只有一张，然后其他都是普通的 EX 卡片。对，然后一盒应该里面也会只有一张 Blake。对，目前的推出是这样，然后浮雕的话就不一定会出现了，我也不确定啊，还是就是搞不好就是浮雕就是 S 啊，可是 UR 的话可能几率就会比较低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开箱 XY 复刻包的十包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对，好，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在下方按个喜欢，那想持续追踪我的影片的话也欢迎按个订阅哦，也可以顺便开启铃铛，也可以去我的 FB 粉丝团按个赞。那么下集见咯，拜拜。